接下来要办。我怕等一下调来调去。接下来要颁第二个奖项，是最佳动画短片，请看。等一下，你们看我跟入围的有。不要忘记从前，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。Damn night, the door. 高考啊，满腹无忌。你们相信祝福吗？我叫李若男，六年前曾经触犯了可怕的禁忌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讲下去了，再讲下去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就要被我破梗了。実は20年前に私の映画のあのダークウォーターで初めて台湾に来まして、それでその時に出会ったスタッフの一人の女性、その女性がもうすごく仲良くなって、 それでもう何度も何度も何度もあの台湾に来たんです、遊びに。でその女性がなんとちゃんと結婚なさった。もうびっくりして、大丈夫です。将爱嫁，灯火阑珊处，恭喜张姐。今年的最佳男主角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都是生活不易的落魄中年男性。别误会哦，我说的是角色。金马五九在今天圆满落幕了，那希望明年呢是金马奖的60年，即将迈入60岁。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支持创作，做出更多好的作品。金马60，明年见。